大家好，讲讲最近两天的成绩吧。像昨天我一口气做了好几件事情，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。成功的先说说吧，成功的你就只有一个最亮点的，也不能说一个，好几个吧。像之前我那个微信我一直找不回来我的微信号码，后来我昨天终于把它找回来了，发现和之前的微信完全不一样，它可能已经注销了吧，之前已经注销了。之前我有两个 QQ 号，因为我是在2010年时就开始使用微信了，当时微信它那个注册时它查的没有那么严，它的意思是只要有谁有 QQ 号都随机都可以开通一个微信号嘛，你只要有 QQ 号的话它都可以附带开通一个微信账号，当时我正好有两个 QQ 号，就开通了两个微信账号。一个微信账号是郑州66，另一个微信账号是微信86181617，而当时这个都是我的 QQ 号，而QQ 号延伸出来的微信号。但是最近两年吧，微信把这个注册这一环节给卡得非常严，比如说停止 QQ 号注册或者邮箱号注册，停止这两种注册方式，只保留一个手机号注册，只保留这一种注册方式，只能通过手机号实名认证的手机号来进行注册微信号。所以说在腾讯管控越来越严的同时，我就把我这个我之前那个手机号，我现在用的手机号捆绑在我之前用手机号也同时注册了一个微信号，是，不过后来为了安全起见，我把这个通过 QQ 号注册了这个郑州66这个微信账号，把它给捆绑到现在的手机号上面。结果我未见才发现，结果我原来那个通过手机号注册的微信号却无名，却怎么说呢，无缘无故的消失了，这让我非常的纳闷，就从此就再也没有找回来了。因为我之前是通过手机号申请的，我也没有特意去留意微信号这个关键的信息，所以说就造成永久性的丢失。因为我只记得我的手机号，没有把最重要的微信号给留意下来，所以说就造成非常多的麻烦吧。后来我就在网上找了教程，找了别人的经验，说这手机号注册过的微信号，你手机号是不能再捆绑到其他微信号了。因为这样的话，你的原来的那个重要的微信号上面，因为现在微信号上面有支付，有大量的人民币在上面，还有关系人，上面捆绑的有联系人呐、还有钱呀、交易记录呀，非常重要。因为现在微信在中国是越来越重要了，所以说这个微信一旦丢失的话，损失会非常惨重的，有的人损失上万、上千。还有更重要的吧，上几千个联系人，因为微信现在联系人最多可以达到2000个联系人，都有可能一并消失。所以说也给大家留了一个惨痛教训吧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你通过手机号申请的微信，一定要把那个微信账号一定要牢记，
你得一定牢记，因为你随时可能更换手机号。你一旦更换手机号，你之前的所有的微信记录全部都报废了，都全部都报废了。所以说，大家一定要，小心谨慎，小心谨慎。我在网上查了，很多人也有我这样的经历，就是把手机号申请的微信号，结果给丢失了，就是因为他之前有 QQ 申请的，有邮箱申请的，因为当时2010年时注册微信非常杂乱无章，和现在不一样，现在是非常规范、完整、完善，而以前不一样，以前你只要有个邮箱都可以注册，有个 QQ 号都可以注册，乱七八糟的吧，所以说会产生非常多的麻烦。非常的麻烦。不过后来，我昨天又重新找回来了。后来我才经过腾讯求证，我才知道他把我之前通过手机号注册那个微信号给注销了，注销掉了应该是。所以说我又把我这个变更一下手机号，然后把我这个空闲出来的手机号再申请一个 QQ，再申请一个微信账号，就成功了。我这个是崭新的微信账号了，和以前的那个就完全注销了。这个微信账号，所以说大家这点是昨天比较成功的吧？又失而复得，又同时收获了我的那个第三个微信账号。然后还有失败的，失败的也有很多吧，例如例如我要取快递，我去取快递时，发现那个人说能够，因为我之前2009年吧，10年前，那都是十几年前了，10年前，我通过网上买东西，在中国以前是淘宝，我通过淘宝买东西时，在和那个商家发生过网络纠纷。也不是现实中的纠纷，就是我买了一件风衣，要退回去，结果退丢了，因为那个商家有没有收到，退货过程中出现了问题，所以说我就把我的名字反复更改吧，每次购物都把名字更改一下，以防引起纠纷吧。结果就是这细小的事情。而因为现在中国这个快递，这个以前中国快递公司非常繁多，十几家呢，并且都是送货上门，直接送到你家里。而现在他这个淘宝联合几家快递公司成立了一个菜鸟驿站。菜鸟驿站的意思就是垄断，好听点的以前是百家争鸣，现在是独家垄断，现在是独家垄断。独家垄断之后，他就被一家所垄断吧。你有任何事情都非常麻烦，没有以前那样的上门服务呀，直接送到家门口啊，直接送到屋里面啊，这种优质的服务。现在是，你爱取不取，不取了都给你退掉了。所以说，一旦产生垄断，那人就非常懒散了，那商家就权力更大，这消费者更加弱势了。必须跑到他那个驿站点去取，不取的话他就退回去了，所以说非常麻烦。所以说任何事情不能垄断，垄断虽然会产生巨额利润，但是对消费者不好，对商家可能是非常好。但是中国还有个非常特殊的，就是顺丰没有加入这次垄断行列，不过他也基本上处在被吞并的边缘吧。就中国现在外卖，中国的外卖现在还不是那么的垄断集中，还有好几家，大概就是饿了么和美团，只有两家吧。这两家是主流的，最最不至于说现在快递，不至于说现在，沦落到一家独大的那种地步吧。因为中国以前最早09年时，我们买快递时都是通过淘宝。后来2013年、14年之后，听说起来一个京东，就通过京东买，
再后来，当然现在2020年，大家都像我吧，我平常也不怎么使用淘宝，也不再使用天猫了。天猫、淘宝其实是一家，天猫是分离出来的，后来也不再使用京东了。后来就使用最多的还是，大家肯定想得到拼多多。最近两三年吧，拥而上，把那个淘宝、天猫、还有京东基本上给挤掉了。现在我身边人购物99%都是通过拼多多而购买的。所以说，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，在中国的网络购物时代也确实。逃不了这句古话，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。十年前淘宝，十年后拼多多。现在很少，身边很少有人通过淘宝买了，因为淘宝上面非常昂贵，非常昂贵还不划算。里面的费用啊非常多，费用尤其是主要是贵和昂贵吧。以前的快递很多，像我记得在2010年左右，有那个。申通、圆通、韵达、顺丰、汇通，反正很多通，四通八达的，至少七八家、十来家快递公司，还有邮政，很多。而现在，听说全部被整合进那个菜鸟驿站，被整合成一家了，所以说，也失去了百家争鸣了，而。快外卖吧！以前2012年时没有外卖，但是有网上点评，大众点评，就是大家也是通过网上买东西的，网上吃饭，然后大家去店里吃饭，可以提前在网上团购，大家知道吧？在网上提前下单。我在2012年时经常去外店吃饭，都是提前在手机上团购，也是通过美团或者大众点评在网上下单，也是网上支付，然后到他美团店，到他的实体店吃过饭之后，就手机需要向商家出示一下，一扫就成功了。他就把那个提取码，他这个密码，也就是说消费码，就可以输入到他们的电脑里面，或者他手机里面了。以前像大众点评啊、美团，它是做线上的，它不是线下的。而后来，从2015年、2016年，尤其是2017年、2018年开始。2017年下半年开始，中国的外卖行业非常火爆，美团和大众点评由线上跑到线下了，开始雇佣骑手，还有雇佣骑手直接直接送餐上门了。以前是不敢想象的，以前是消费者上门，而现在是商家上门。以前是消费者去商家的门上吃饭，而现在。是商家把饭送到消费者手边，以前是消费者去商家的店里面吃饭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模式。所以说，这美团非常厉害，非常厉害。美团外卖现在在中国也是一家独大吧。当然，后来又起来了个饿了么，不过饿了么很少有人使用，90%的人都使用那个美团。饿了么份额可能非常低吧，反正我身边的人用饿了么还有滴滴。当然，前两年又出来个滴滴外卖，就火了很短的时间，就冷却下来了。像滴滴外卖、饿了么外卖，这些都不是主要赢家，都是辅助的哈。那是外卖市场，最大的像单车市场也是从2016年开始火起来吧。最早我们知道的是摩拜呀。OFO 啊，小黄车，我们这边都叫小黄车，还有摩拜单车，不怎么称呼 OFO。后来这两家都倒闭了，都倒闭了。现在骑的最多的都是蓝车，小蓝车。我听说以前，反正以前我们这边最基本上就那两家吧，基本上都是，小黄车。小红车有摩拜和 OFO，不过现在都没有了，全部都消失了。这还不到5年，4年多就全部都消失了，3年多可全部都倒闭了。现在基本上就剩
朋友新出来一家，还是淘宝旗下的，淘宝旗下的。当然现在滴滴也上来了，滴滴那个滴滴单车也非常火，滴滴单车，大家知道吧？滴滴单车还是占主流的，现在滴滴单车，当然还有那个，那个出租车市场，以前最早的就是滴滴了，滴滴了，不过现在还是滴滴，还有那个，当然中间还有其他很多公司不怎么出名吧，还是以滴滴为主，滴滴基本上还是一家独大吧，滴滴、美团这都是一家独大。在2010年时，我记得我除了用微信，还用米聊，大家知道吧？米聊。那后来我听说这米聊倒闭了，不怎么用了。以前我朋友圈用米聊的人非常多，除了用微信，还用米聊。不过最近几年不多了，微信现在都一家独大，米聊节节败退，基本上市场消失了，所以说没人再用米聊了。以前我注册米聊账号好几个，微信账号也好几个，QQ 账号也是五六个，QQ、微信、米聊三大社交，还有 MSN。以前我记得聊天软件真的很多，MSN、飞信，原来还用飞信聊天，QQ 当然用 QQ 了，是最主流的，MSN 这都是辅助的，小众化的。QQ 是最多了，后来是微信最多，米聊稍微少点。我现在这米聊也找不到了。以前吧，最早的是博客，我记得在2005年去网吧时，很多人都注册邮箱，注册个博客。我说什么是博客呀？一直不懂。以前我2009年时还专门注册个，搜狐博客应该是。不是新浪博客，新浪博后来那个账号给丢失了。我说都11年前了，我注册的新浪博，每天坚持写博客，当时真的像写日记一样，天天写。结果那个账号给密码给忘记了，因为我要换手机号，因为当后来国家实行实名化，那个手机号是黑的黑卡，所以说，附带这个微博号也找不到了。以前叫博客，它不叫微博。后来12年开始，非常流行微博了，微博一下子把博客给取代了，没人怎么没有人写博客了，都在写微博了。类似现在的推特，大家都知道推特，但是不知道中国也有个盗版的推特，就是微博。以前的。这手机上常用的几款软件，大家看看，这几个，哎呀，这一到傍晚，这天气真冷。一到傍晚，这天气真冷啊。哎呀，在中国今天是清明节，这清明节都是扫墓，在中国清明节都是扫墓，而我们这边清明节都是赶集。我们这边逢二都有集，逢三、逢十都是集会，还有庙会。中国的农村有很多集会啊、庙会啊，而我们这边是清明节是集会。但是因为今年的是新冠肺炎嘛，所以说现在的集会、庙会都取消了。哎呀，我还说说，在中国的这个电脑。不过现在 Windows 10还可以，Windows 10还可以，可以，
装个外网什么的。不过现在 Windows 10以下、Windows 7啊、Windows 8还比较难。以前那个用 U 盘刷机吧，U 盘刷机，最重要的软件是，再给你说说，ETCHER，叫做卓克斯软件，这个软件也非常好用，非常好用。大家可以用的话，一定要留意下来。还有这个 Rufus，RUFUS 刻录软件，RUFUS，U 盘制作软件，这款软件也非常棒，大家一定要记下。这个是制作出来的 U 盘，就可以把电脑给重新刷一遍。这不仅可以刷 Windows 系统，还可以刷 LINUX 系统，还可以刷 LINUX 系统。通过这两款软件是最有效率的，最有效率的，最有效率的。那个，还有个老毛头，大家都知道吧？这需要去老毛头官网下载，也非常好用。叫老毛头 P1 系统安装助手吧，老毛头。这个老毛头它是制作 P1 系统。你把这个老毛头先通过插 U 盘把老毛头刷进 U 盘里面，但是它是空的，还需要第二步操作，你需要再下载个 GHO 这个软件包，然后先放进老毛头那个 GHO 文件夹里面才可以使用。你还必须下 GHOST 版本，GHOST 版本的Windows 包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把 GHOST 这种格式的，它这种操作系统带 GHOST 这种格式的这种操作系统，你先解压一下。下载完之后，你一定要把它解压一下，解压出来之后，你会找到GHO 格式的那个大文件，大概2G 或三 G，大概2G 或三 G，2G 到三 G 之间吧。先下载这个镜像包，是里面必须带有 GHOST 这个格式，这几个字母。让这个下载完之后，需要右键解压之后，解压一下，解压之后把那个解压出来，里面肯定有一个 GHO 这个大的文件夹，大的文件，把这个文件复制或者剪切进去，剪切进那个老毛头制作的 U 盘里面，并且必须放进去，必须放进那个制作好 U 盘那个 GHO 文件夹里面就可以了。又是一种方法，而这个方法，是最管用的。有很多老式电脑，以前的十年前了、20年前的老电脑，Windows XP、Windows 7以前，这个老电脑，大家一老电脑最好用那个老毛头，制作。老毛头是对这个老机器支持率非常高。大家在安装老毛头。老毛头刷进 U 盘时，一定要刷进那个，选择新机器，不能选择旧机器，选择最新的新款机器。再个，说一下呢，因为中国这个现在的安卓手机都是封闭的，它把那个安卓手机，它把原生安卓的谷歌的套件都已经那个移除了，所以说也彻底封闭了与外界的联系吧，彻底封闭了与外界的联系。所以说你如果国产手机你买回来之后，你必须先 root，必须先 root，不 root 的话，你这个像现在小米、华为、酷派、联想、vivo、OPPO，尤其 OPPO、vivo、华为、小米这几款。你是都无法使用，说实在的都无法使用。买回来你只能上国内网，很多国外的很多东西，算是比较好玩的、比较重要的，你都是无法使用。你先把那个手机像 OPPO、vivo，你买回来之后，先把它 root，你必须先刷机 root 之后，360超级 root 这个软件还用的比较好。我之前用 root 的话，
安卓手机 root 应该一般我用的最多就是360超级 root 360 root 360，这软件非常重要。360 root 之后，如果 root 成功了，再继续下一步。下一步就是下载软件，下载软件。再看看啊，你找找。我之前试了很多软件，都不行。Root 软件，大家推荐大家还是用360，虽然360 Root 是最成功的。一般的 Root 软件也行，不过可能没有那个360来的那么好用。像安卓手机，大家最常用的就是 LBE 安全软件，LBE，LBE，大家一定要按一下 LBE。还有微信流畅版也非常好用。完美校园啊什么的，牛弄啊。我记得，对，还有谷歌框架，必须先安装一个谷歌框架。谷歌框架，那有个豌豆荚吧？对，应该是豌豆荚。豌豆荚大家必须把手机通过360 root 之后，root 了完之后必须安装豌豆荚，必须安装个豌豆荚。豌豆荚里面有一个就是安装谷歌商店框架，大家必须安装豌豆荚。谷歌框架是非常重要的。谷歌框架安装完之后，就是主要就是通过豌豆荚吧，一键都安装完了。也就是豌豆荚非常重要，豌豆荚就是翻墙必备，翻墙必备。就安装谷歌框架呀，谷歌商店，尤其是谷歌商店和框架都必须安装豌豆荚。大家一定要通过豌豆荚把这个商店和框架都安装完之后，就可以登录美区商店了，进行下载 VPN 啊，各种 YouTube 啊，Facebook 呀，还有那个Facebook Super。Uno 纸牌啊，很多软件都可以在里面下了。再说说我手机上这些下载的非常经典的软件，都有哪些？有个抖音、TIK、TOK 这些都非常重要的抖音，还有个尼莫视频，还有个。卧龙视频 WLPLAYER 卧龙视频 WLPLAYER， 还有个微博，还有个随心记，这个也是看视频用的随心记，还有个微信啊，支付宝呀，微博，拼多多，还有转转，这些都非常重要，转转，还有115网盘。LINE 和艾斯，之前手机上还有个，这个重要也很重要 ，SNAPCHAT， 这也是非常重要。还有这个航空软件 ，EXPEDIA， 这是也是航空软件。还有个WPS。WiFiICE 这也很重要，当然还有 WiFi 万能钥匙，这个也非常重要，是破解免费 WiFi 的，破解 WiFi 用的。还有个 QQ 同步助手，苹果手机都必须用这个软件进行同步联系人 ，QQ 同步助手。当然还有 VIBR， 这个也是打国际长途使用的 VIBR， 还有 SKYPE。这款软件也非常有用 ，SKYPE， 当然还有个秘密目录，还有个飞猪，还有个滴滴出行，还有个 ZOM 是商务，视频，商务视频，就是说多人在线视频
开会议的会议软件，多人会议软件，还有酷狗。酷狗音乐是音乐量最高的软件，其他像搜狗啊什么的都远远跟不上酷狗。酷狗是歌最多的软件，酷狗。像爱奇艺啊、滴滴，还有 LIKE 短视频，LIKE 短视频是台湾那边，台湾、香港用的最多了，类似于抖音吧，LIKE 短视频软件。还有个天天酷跑、巅峰坦克、QQ，还有 PP 助手，当然还有个看电视的，就是 PLUTO TV，PLUTO TV 这看电视软件里面有好几百个电视台呢。PLUTO TV 这看电视软件，还有 LYFT，这是二手软件，二手软件。当然，购物的话，这款软件也非常重要。SWIFT GIFT 这也是购物软件。当然，游戏软件，大家可以下载个《猫咪斗恶龙》，我非都玩的 C6，这单机游戏也非常好玩，单机游戏。还有 IMPLOSION 这也是单机游戏，玩的非常好玩。还有 TILESHOP 这也是非常好玩的游戏，都是单机游戏。当然也非常，还有个非常重要的软件是 FILEGET 这款软件非常重要，专门下载 YouTube 视频的。还有 Facebook 还有麦圈 NSTHRAM 和 Bingo BIGO LIVE 这也非常重要。 Twitter TWITTR Twitter